照片呢？看完这一幕。求求你。女儿会求了。好，看完了，看完了。Nice, beautiful. 哦，我靠！是不是很想买一只，对不对？哎，这真的很好。家里大概有十台，每一个地方角落三步一台，三步一台。有需要这样吗？哎，夹住了。哎，腰花，还有这个淋巴，对，因为肩窝淋巴。哦，我们那个是一直在那边蹲来蹲去的。对，那个小腿肌，而且有些健身完用也很好用。对，健身把让肌肉松弛掉。对啊，他本来就是练唱歌的时候。对，第一本来就是身体好。嗯，所以它是用来放松肌肉啊、紧绷的，所以因为它的这个肌力的问题，对，然后还有增加它可以力道到很深层，而同时它绑身。